背离节苏的丹丹团。竟然敢耍我乔德，你们就别想安稳太平了。作为代价，你们人类的城市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这是从爆炸现场回收的定位装置，确认是采用外星技术制造的。什么？敌人们以为你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迷你特工队的总部，大概他们一确定你们三个的位置，就发射了那枚巨型炸弹。你竟然敢利用我们，乔德、杰苏！这下你们总该坦白交代了吧？把所有的情报都告诉我们吧，我们送你们到安全处进行周密的保护。我们不需要保护。我们就算饿肚子，那也是自由的宇宙海盗。杰苏大人，不对，我们就不该当杰苏的手下。卡拉大人，情报我们会说，不过我们也有一个条件。条件？让我们尝尝地球上最好吃的饼干。饼干？老爷爷店里的饼干最好吃吧？要不我送你们去？不要。还是让那个蓝的送吧。我？那个，能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叫福特。福特，一直以来真是不好意思。为了满足欲望，我们成了杰苏的手下，总是折磨地球人。卡拉。以后我肯定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好，来，你们慢慢吃啊。这里的饼干最好吃了。我一吃就停不下来。确实很好吃。福特，你也吃啊。那好吧。这个怎么了？没什么事。得解除变身才能吃到饼干。你们再尝尝这个，这款饼干是加入了很多花生酱的新品。是新品？真的超级好吃啊！我也好想吃啊！还有呢，为了向一直守护地球的迷你特工队诚心地表示感谢，我还做了特供款花生饼干。好想吃，好想吃啊！现在就要吃！看那里。得快点解除变身才行。出什么事了？敌人出现了吗？不是，好像是我看错了。我非要吃到饼干不可，要不再试一次吧，但这招好像不太行。我不管了。看那里。成了。我要把它一口吞下去。喂，你是谁啊？这可是迷你特工队福特的饼干。不是，其实那个有危险。我的新任务就是把这里全部摧毁。那是这里太危险，你快走吧。刚刚那只小动物明明还在这里的。它已经去安全的地方了，你也快走吧。特工武血 X 机甲，出动。
最强 X 力量，迷你特工队，维护地球，正义和平，正义和平的守护者。那蔚蓝的天空，就算被乌云所笼罩覆盖，也不需要担心害怕，你的身边还有朋友们的陪伴。那颗球弹来弹去的，该不会真的只是颗球吧？那是能够灵活调整爆炸时机的武器，全体变身躲开球。好的。誓言激光，特工加农炮发射，趁现在全员合体，特工五炫创世纪合体。光子风暴，怎么会这样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要你们领教领教我的绝招。超能流星球，怎么可能？居然会有这么巨大的球！啊，它的破坏力数值难以估算。要是被这球击中，整个城市都会完蛋。不会的，绝不可能。我们把这球还给那家伙。明白了，接招吧，超新星重拳！释放的压力实在太强大了！我的超能流星球不可能有人抵挡得住。那就利用光子风暴增加推进力。明白了，光子风暴！
丹丹团虽然没被处理掉，但不幸能量已经收集得很充分了，很快您就能拥有最强大的力量了。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迷你特工队攻打到这里只是时间问题，好不容易才收集到这么多不幸能量，没必要全都交给杰苏，对不对？